是贱民，我嘛是奴隶。而且我的身躯顶，嘛有奴隶这个记号。你的记号在倒位？你的奴隶身份搁在倒位？我甲你讲，为着我的后生的幸福，我一定要将恁两个拆散，啥都不应该骚动。阿娘，你咧做无公平，这一切拢是命运安排。玉环已经无辜，你袂当去对待玉环啊！你点去？另外，将迄条手巾啊，幸福迄个路人。是。黑气。你给我听好，对今日开始，你甲江天宝稳断义绝。请你原谅今日的不好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阿娘，阿娘，高龙啊，你完了。阮阿娘伤，敢要紧？好在在老夫人福气啊，敢若受淡薄伤啊。啊，你等一下叫人来我贴贴药啊，休困几工都无代志啊。多谢大夫，多谢你。我先来等。天宝，唔是我呗。阿娘就麻烦你照顾啊！我即马要出来找玉环，等伊精神，你甲伊讲，我是伊后生，我一定会回来。我知影，你紧去，嗯。我实在想无，是安怎？江林这两家有这么侪恩怨，拢无法度人化解。娘，你是足可恶啊！你是哪会受到这款伤害啊？你不是讲你要用你的性命去保护伊？你是安怎照顾伊啊？姐娘，给我带些药丸好无？恁家不是真好呀？恁家的脚手人不是真济？领导在那路讲，你真有势哩！现在要派人去找，来找阮是要创啥？因为
你才是我的兄弟。我徛是咧创啥？紧去找玉环啊！田宝，这么大事哪会变安尼啊？就算找到玉环，你打算哪做？我唔知影，我真正唔知影，我心里就乱的，我真正唔知影。你袂当唔知影。你一定要清楚，玉环未来的路要安怎行？你甲玉环的感情要安怎维持落去？啊，不过你哪样伊？我知影你就为难，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啊！你是玉环的天宝大将军。志亮，志亮，俺找你是白环，俺回头去找，交给我。好。世间这么多，竟然无林玉环用心的所在。叶哥，我跟你讲，我绝对袂让我的后生娶一个反背调丁的人的查某囝。我给你看清楚，伊是贱人，伊是奴隶。你在倒位？你到底在倒位？玉环，你在倒位？天公伯，你想要怎样整理？你想要怎样整理？想做？你要跟我回去无？阿爷，志良，安娜，跟我找着。在田埔跟我找。几路工找透透，连一个影拢无看到。那恁是要安怎？伊若是离开路工，代事会搁较麻烦的。讲起来，拢是田宝爷尔害。若是搁找无玉环，我真正要抓狂啊！我才要抓狂嘞！好，我找几波找无，好恁照样走来咧踅街呢，哈？你找阮是要创啥啦？哎，哦，我甲大帅姓啊呢，哎，你先生。阿伯，你厝有啥物代志？啥物代志？叫你人阿母食饭啦！啊，我安尼哦，等遐尼久，还一寡饭菜拢冷了呢。来啦，阮娘摕来陪啦。你搁要食饭哦？你敢知影你的查某孙仔互尴尬的人挂出来，即摆拢找无人啊？你搁想要食饭？查某孙啊，你是讲玉环哦？你应该有出身。哦。莫怪哦，我即个感觉讲哦，恁安尼鬼鬼祟祟，一定是有啥物问题。我到底恁有啥物企图？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拢甲我讲互清楚。阿娘，因为我的代志，
让你伤心失望，我实在真不好。要不我求你，请你带领母仔亲情，心中我跟尤欢。天宝，你肯跟阿娘回来，就表示你心肝内有阿娘，我真欢喜。我无想要责备你，这一切拢是命，命中注定。玉环伊是林家人，不过阿娘，玉环生在林家，这毋是伊毋对，你袂当因为伊细了，你就安尼对待伊，你安尼做，唔但对我无公平，对玉环更加无公平啊！天宝，这世界上的代志，那是事事行行拢要公平，那安尼就天下太平啊！一人尴尬，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责任。你是尴尬的子孙，你的身上有尴尬的做工作吗？甲阿娘对你的期待，阿娘，天宝。你姓江，玉环姓林，你必须爱做一个选择。天宝，亲情甲爱情，这两项，你会选择倒一项？打村长。江阿村长啊，恁爸爸来找你算账啦！林文杰，你带只好把西枪来阮家是要创啥？青鸟，你不要，你天宝，真是无你的代志。阿弟啊，点去？我无你这个无路用的囝仔啊！林文杰，你是安怎哈？这台湾是不是够王法？你竟然带人来阮家来打人哦！无唔对啦，我哦，予恁感觉家境高低的啦。今仔日哦，我唔若要来看咧打人尔尔，你若无好一个公道哦，恁爸我若要杀人咧。你要公道，要凭你这条命，甲因家人笑破人的嘴。你做你笑，笑会害落去。以前哦，你来逼死就美秀啊！今嘛你也想讲要来逼死我的孙啊玉环哦？哈，你安尼哦，作恶多端啊，早晚你得报应的啦！阿娘，你莫含糊无天，我已经讲过几落遍啦，美秀是自杀的。嗯，好，总讲阮美秀也是自杀的，你的心肝内敢无想要害天成啊甲美秀因离开着？哼，你今嘛已经害你的大汉后生哦，破坏伊的幸福啊！今仔我要破坏你第二后生的幸福，吼！我安尼哦，出目睭唔捌看到讲，亲像你这款老母安尼，心肝这么硬，这么凶，这么恶毒。自头到尾，你就唔捌承认李玉环是你的孙啊！今仔伊走啊，你搁替伊出头，你莫提这件代志来恐吓我，搁来讨分娘。你莫听你个臭屁！你才无稀罕恁家的群娘嘞！我讲，你咪嘴就甲你拆破。你再讲，阿伯，阿伯，我拜托你，莫在遮乱好无？你安尼做，加害我歹做人。我答应你，一定甲玉环找转来。天宝啊，你毋是真爱阮查某孙仔玉环，啊是安怎样啊？唔敢去追求你的真爱，就爱踮咧厝的，互恁这个虎爸母来甲你塞人。阿弟，好啊，我袂甲你讲，恁尴尬，大部分人拢同款啦，全一挂吼饭桶卡笑啦。啊，无我着人，我保护家己心爱的人。我若换做恁哦，恁爸来去弄饼，恁咪来磕头死啊！你是当阮家无人做主心？来人啊！将这阵痟的甲我赶出去！先跟大少。陈宝，刚刚这就是你的厝内，对待兄弟的态度。落去。
我叫你落去，你是无听着啥？落去！安怎？我叫人啊，我叫人拍我啊，上好是把我拍好死啦！若拍无死哦，我一世人就袂放你煞啦！天宝，拄则阿娘甲你讲的话，你已经听了足清楚。你应该知影要安怎做。嘿，江阿春女啊，卖走啊，活大卖走啊！林老爷，安尼就好啊。天宝，我相信你是爱大小姐，也毋过伫你阿娘甲大小姐之间，你都要好好处理。上要紧的是，你要有一个交代，若无你真正对不住伊。阿伯啊，来等啊！好啊，你莫甲我讲话，我袂甲你算账嘞。阿伯，你嘛同款。哼，感觉春潮啊，你会受报应啦！李秀啊，绝对会放你出啦，伊会来甲你讨命啦！爹爹。想不到头一遍在恁家是这款情形。我知影，我是唔知要讲啥。我敢能知影，失去尤欢，你会后悔一世人。莫阁生气啊啦！咱个冷静个，代志好好讨论，总是爱解决着，对无？有啥物好讨论个？拄只林家个人来，你也毋是无看，拢是一挂无讲道理个人。哼！要解决问题，只有照我方法。从今以后，江家林家，田无沟，水无流，永远莫相差。暗过尔。林阿伯是林阿伯，有还是有还，但无应该甲兰州会讨论啊！安尼唔呐对我无公平，对有还也真无公平。而且你唔知伊说林静静，你唔是真介意，是安怎你即马无法度接受伊咧？哼，无唔对，我是真介意，也唔过只要伊死林，我就袂当接受伊，我袂用一错再错，予我两个后生。拄到同款的命运，阿娘，你即马逼天宝，唔是将阮两个兄弟啊，逼阮两个行同一条路。当初，若毋是你逼我，甲明我成亲，就袂有今仔日的悲剧。你敢希望天宝甲我同款？听你安尼先讲，拢是我唔对咯。讲老实话，是阿娘你唔对。阿娘，你莫讲啊。我真想要知影，伊有甚物款的大道理。我无甚物大道理好讲，我是要讲一个事实而已。假使你疼天宝，真正爱，真心为伊幸福设想，你就应该成全天宝甲玉环。假使你执迷不悟，继续搁错落去，敢来予咱江林两家恩怨愈积愈深。我对恁两个兄弟一片苦心。你竟然讲我一错再错，敢讲我无爱恁两个心？阿娘，你爱阮，啊，不过你的爱，予阮造成非常大的压力，甚至已经伤害到阮两个兄弟啊！你讲啥物？当初李秀的死，予我受到足大的打击。敢讲，你真正希望同款的悲剧，搁发生在天宝的身上？今卖我是一个失去心爱的人，嘛失去继续活落去的勇气。
我即卖会阁活伫遮，是我代念阿娘教我的母囝之情。要若无，我早就暗算要去甲美秀做伴。你看我即卖成什么款？我是一个醉生梦死，或者是讲，我是一个无魂无体的假活人而已。你已经逼死一个后生啊！敢讲你阁要逼死第二个？阿娘，莫阁执迷不悟啊！也若无，总有一天，天宝伊会跟我行同款的路。你胡白讲！我无胡白讲。你若唔相信，你听好问天宝。天宝，你甲阿娘讲，你袂像恁大兄安尼死，歹伫阿娘对无？阿娘，我唔知影我要安怎甲你讲。我唔知影，假使讲玉环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是不是会像着阿爷同款，遐尔有勇气去陪伴伊？啊，不过我刚才知影一件代志，我这世人上爱的人就是玉环，若是无玉环，我根本不爱娶。好，你兄弟两个联合起来对付我，为着一个查某，竟然连阿娘都不爱滴啊！拢是你，拢是你塞人恁小弟，伊才会反背我。阿娘，天宝伊伫外口流浪遐尼久，伊的个性甚至比我较冷静，唔是我会当塞弄的。我求你，成全伊好无？唔通用你家己的想法去害着天宝伊一世人的幸福。阿娘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成全我跟玉环好无？看起来天宝这个囡仔已经决定了，一定要娶玉环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阿娘。多谢阿娘。你先莫甲我说多谢。我有一个条件，只要你答应，我就和天宝甲玉环成亲。什么条件？我爱你娶明月，只要你娶明月，我就答应天宝娶玉环。恁兄弟两个同齐成亲。这查某囡仔生了袂歹，唔知影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，竟然会想袂开，想要自杀的。我的家己甲我同款，有啥物伤心的过去？苦命人救苦命人。这拢是天公伯的安排啊！那花秀，我今来找一碗药啊。老爷，你看这湖，三边是山。底线看起来都亲像龙的嘴同款，会当吸收四方的财气。这是罗岗风水上好的所在。你的意思是，老爷敢不是想要知影，江家是安怎这么兴旺？这就是答案。
因为感觉是靠这个湖的风水地引的，感觉地理就参像迄个龙珠，真好。就是迄天跟咱出头去的人，无唔对，伊就是尴尬的大少爷。还够一查某，赶快来看看。这个查某囡仔，甲江大少爷有啥物关系？老爷，听讲最近这附近有鬼，敢讲就是这查某举办的？米秀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今仔日来是甲你过时的，米秀。你伫九泉之下，你嘛知影，我对你的情，一世人我拢无可能改变。今仔日，我是为着阿娘的心愿，为着小弟的幸福，我无法度选择。你想，我真是无选择的余地。天神公这话是啥意思？因为我答应阿娘，我答应伊，马上要甲明月成亲。是我对不住你，是我辜负你，你的情，我后世人还你，我后世人还你。敢讲？我甲天神翁阿母的情分，真正就安尼结束啊！美英诶，这是我家己做得来，一切拢是命，我无应该阁拖累天神，着伊当作我真正死啊！我答应阿娘，我答应你，马上要甲明月成亲。米秀，假使这是一场梦，我甘愿永远不会醒过来，我甘愿永远无要醒过来。心的心情啊，你要甲明月心情啊，你要甲明月心情啊，你啥？我是来解救你的啦。我唔捌你啊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来带你脱离苦海啊！
正经食，你食法正。什么？你答应啊？你答应甲明月成亲啊？你早若答应，就无遮侪代志啊！阿姨吼，等这层亲事已经等足久啊！阿姨，你哪能讲啦？你介意天成，也毋是一两天的代志啊！对啦，以后袂用叫我阿姨，爱叫我阿娘。上重要的是，赶紧甲我生一个金孙。阿姨，阿娘，我已经完全照你的吩咐来做啊。你是不是真正答应天宝甲玉环的婚事？无的卡，阿娘是有较无讲道理，也毋过阿娘答应的代志，一定会做到到。只要天宝找到玉环，我马上给恁两个成亲。天宝，敢有去找玉环啊？有。啊，明月，明仔载我带你来布庄。阿娘，好好啊。有代志是？有一件代志，希望你成全。你讲啊。希望你会当答应我，让美秀的牌位放伫江家祖堂。天成。阿娘已经好代志做个只，你是唔通软头轻骨哦。阿娘，你一定要了我生气心。新大人，朱书贵已经将我留伫个新故居，小孩将计就计，继续进行任务。您甲玉环的关系遐尼深？哪会拢无甲我讲？阿伯，实在啦，我唔是条讲要骗你啊。因为迄个时阵，你拢一定唔肯接受药丸，所以阮才会隐瞒阮两个的身份。啊，不过你相信我，阮绝对不歹伊。无歹伊，害我去学江家迄个老查某，佮我侮辱。你若甲药丸哦，无啥物关系。我嘛唔免搁再一遍来侮辱。阿伯，我嘛是希望你会当承认玉环是你的查某孙仔，所以。哎，你嘛讲起拢无啥物路用啊啦。我才对恁有一个信任尔，无啥我在这世间，还佫有淡薄仔一个希望。你即马甲我破灭，你是有够残忍的啦。阿伯失礼啦。啊，不过阮杨贵兴之前有交代我。叫我一定好好照顾玉环，所以阮才会。啊，恁义父是啥？阮义父就是你的小弟，丁文浩。是。好，原来恁拢在咧骗我。咱哦，无什么话通好讲啊，把我款款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阿伯，出去啦。嘿，唔出去哦，我来甲恁看。阿伯，阿伯。出去啦！你嘛出去啦！阿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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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伯啊！你莫安尼好无啦？我甲奎英，而且甲你做伙这段时间，我就唔相信你对阮一点感情拢无。咱无啥物感情啦。就算无感情，我嘛会当替你爬出来洗衫裤，你嘛加加轻松啊！免免免，无遗憾，迄个我拢会晓做啦。阿伯，阮对你真正无歹意，你莫怪阮走好无？无论安怎，你嘛带领着玉环，玉环，啊！你若一直讲，一直讲，意思就讲叫我来接纳玉环就对了吼。玉环哦，已经失踪去啊啦，去学江家迄个老查某，唔知赶对倒去啊。恁搁住遮哦，对恁无啥物意义啦。恁哦，出去啦。阿伯，其实我感情拢看会出来，你是真关心玉环的对无？我关心家己的亲人。唔是啥物更小的代志，你现在唔见心灵嘞？你，阿伯，玉环是失踪啊，啊天宝一定会甲伊找着，
你得让阮留落来照顾你。等你团圆，阮就来走，好不好？你要留来照顾我？我的性格这么歹，我人这么孤陋，卡袂得就要爱你的原谅，卡袂得就爱你妈，你要留来照顾我？是，因为你是玉环的情人，玉环的情人就是阮的情人。不需要了，出去啦，莫爱，出去啦，莫爱，我莫爱出去。啊，你也是跟这个查某同款，斗一打，你臭小囝你啊，我根本无让你照顾。出去啦，出去，我绝对袂出去。阿母，你唔出去，我一人自家烧掉。人群跳下火，看你要干啥？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你慢点，阿伯，慢点，阿伯，你出手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你慢点好不？阿伯，青龙，你来真了无说你啦？阿伯，你玩闹无？阿伯，你玩闹无啦？阿来，起来。好，卖动我，卖动我。一切世间，我受够了然啦。我沦落到家破人亡，我的名声，我的财产，我的亲情，我的朋友，什么拢无啊！我家己也阁无法度人好来保护我家己，我无能为力，我留这间厝囥在这个所在，颠倒世间人来去踢笑我，来咧侮辱我，我唔该烧掉，我是要创啥？你莫这样失地好不好？其实，阿哥有真侪人关心你啊。唔单是我，阿哥有清流，阿哥有有欢。你敢知影有欢？是我希望你会当接受伊。伊从头到尾，拢唔捌放弃过。要叫你一声阿伯的希望，阿伯来，来起来，来，卡斯蒂，阿伯，所以为着玉环，你着更加应该好好保重你家己。虽然你即马。唔知伫倒位，啊！不过天宝一定会甲你找到。你若是给伊一个机会，你嘛是给你家己一个机会。你对我讲的话是真实的。我讲的绝对实在话。阿伯，搞死囡仔，会对大好大人安尼哦，无大无小，把我送迄个所在，我爸骨若断去，还是皮若流去，对个还你是要哪交代？啊？是。啊！咱就悄悄收收的，帮我去煮饭啊！巴肚哪会枵呢？是。玉环是早已偷回去啊！找几年，还是找无玉环影啊！到底是走去倒位啦？天宝，天宝，金明啊，你哪在这？家里赶快，你找到小姐。多谢金明啊，咱找到小姐，不是刘小姐，来，呀，你跟伊去找。嗯。刘小姐，有完？有完？有完？董小姐，金梅啊，
这附近咱因找到，就是找无人。玉环，敢会发生什么意外？袂啦，咱有信心，咱继续找。白秋娇啊，玉环，白秋娇，玉环，白秋娇。金明啊，来啦，金明啊，这玉环要送我奶奶手机嘛？这手机等伫遮，这个表示一定来过遮。无得啊，伊搁伫咧附近，咱起来去找。将来有将军。金明啊，咱是咪来看嘛？小夏，有环，有环，有环，奇怪啊，咱拢无看到金苗兄，伊应该是去找有环了。哪里？咱该倒找。哦，有环倒来啊！有环，有环，有环是安怎？放心啦，伊袂有代志，阿婆。金宝大小姐，去帮忙看看。千两块银，这啦。你到了，你是卖给什么人卖吗？什么人卖酒？一切拢过去啊！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搁离开你。阿娘娘嘞？我唔知阿娘，伊即卖安怎做？但过就算讲，伊即世人永远无得接受你，我嘛要跟你做伙，无论天边海角。只要有你的影子，就看到我的影子。美英诶，美英诶，我知影失去阿娘的痛苦，你真无简单，才找到恁阿娘。你袂该为着我，放弃了真久才找得到的故里亲情啊！玉环，玉环，你袂该这样自私。要不过感情本来就是自私的。